《少年的你》票房破8亿，易中天点评《少年的你》，我给他92分。《少年的你》自上映来，好评不断，推荐无数，更是被无数娱乐圈的演员提及，为此宣传力度就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，凭借着好口碑被无数人口口相传，最终周票房排名在全球周票房面前也很瞩目，上映7小时45分破1亿，15小时破2亿，31小时破3亿，39小时破4亿，54小时破5亿，3天30、31分破6亿，4天7小时36分破7亿，5天15小时破8亿票房。这些数据精准的被统计，都是粉丝们的一片心意。无数粉丝二刷三刷，不是为了剧情，就是为了爱豆。我给《少年的你》9.2分，是电影成为艺术的，是克制、分寸感和恰到好处。这部电影最让我感动的是陈念和小北的抱团取暖，这不是什么梗，而是永恒的话题。如果从此不再流泪，他就成长了，也就无敌了。易中天特意发布了一篇长文来分析这部电影，来讲述他之所以给予9.2分的理由，来源于影片剧情的克制和环环相扣，三条线索相互纠缠间，所要描述的不过是陈念和小北的抱团取暖。